危害全球的八大灾难事件，其中四件出自日本人之手。一、惊动世界的水俣病。It's kind of funny that the more we pass time, the more we need to set the rewind. And 19 was the year I had to leave you, but now I'm seeing all the signs.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? I can't believe it's true. I'm just as surprised as you.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? I can't be too sure, but one day.Something from nothing. I sit here looking for an answer. Maybe the biggest question was in the last chapter. You gave me the soul I have today. Without you, I never could have moved away. But now I seek what you teach. I do believe I always should have stayed. Yeah.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? I can't believe it's true. I'm just as surprised as you.浓烟弥漫，几乎四日市所有人都患上了呼吸道疾病。随着浓烟弥漫，哮喘病在人群中蔓延，四日市哮喘病甚至成了个代名词。最终，日本77万余人患上严重疾病，死亡人数更是不在少数。无独有偶，与此同时，在日本爱知县北九州市也发生另一起公害事件——四米糠油事件。和前面三起事件不同，这起事件的起因是生产失误。日本向来以严谨和工匠精神著称，却在生产米糠油过程中意外混入了多氯联苯。多氯联苯是一种脂溶性化合物，由于性质稳定、耐高温和抗氧化，常被用作绝缘油、润滑油的添加剂。不过对人体来说，多氯联苯就是毒药了。由于吃了带毒的米糠油，很多人发生了急性肝坏死，严重者甚至昏迷乃至死亡。更为卑劣的是，这家粮食加工公司还把米糠油加入家禽饲料中，导致中毒范围持续扩散，最终13000多人中毒，数十万只鸡因此死亡。也是在这起事件发生后，日本加强了粮食安全监管。事实上，除了日本之外，很多西方国家都为环境污染付出过生命的代价。盘点全球八大公害事件。五、伦敦烟雾事件。1952年12月，一场灾难席卷了雾都伦敦。这起灾难从发生到结束不过两个月，却有将近1.6万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，相当于二战轰炸死亡人数的1/2。造成这场灾难的根源就是燃烧的煤炭，时值冬季，大量燃煤取暖机，烟煤粉尘大量弥漫在空气中，导致城市能见度降低，居民呼吸困难。与此相似的是美国洛杉矶的污染制度。六、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。这起事件导致近1000名老人死亡。之所以叫光化学烟雾事件，因为各种废气在日光作用下形成以臭氧为主的烟雾，滞留市区久久不散，至今仍未得到解决。另外两起公害事件同样也是烟雾所致。七、多诺拉镇大气污染事件。多诺拉镇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工业小镇。1948年10月26至31日，由于小镇持续5天，工厂排放废气被封锁在山谷中，
导致当地居民短时间吸入大量有毒气体，造成6000多人突发不适，20多人死亡。将时间往前倒回10年，1930年12月，比利时发生了同样的烟雾惨案，这也是最后一起公开事件。八、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。由于当地13个工厂烟雾无法扩散，导致工业区内上千人呼吸困难，60多人窒息而亡。这也是20世纪有记录的最早的大气污染事件。事实上，这些震惊世界的公开事件不仅是工业时代的缩影，更是人类的环境启示录。如若人类无法善待自然，那么人类的子孙后代必将会成为自然反噬的牺牲品。